的是我们的邱宇辰，掌声鼓励。宇辰在那里。哎，等一下，没有这。哎，他好可爱耶！不是，他一上来就给我拿一个宝丽达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没有，提神用的，提神用的。啊，评审哦，提神提神。哎，你现在是要？等等，他不是说评审要，是提神。哦，我以为我的，对不起，我的中文不好。想说评审都还没有就定位啊，杯子也都还没有拿出来，不要这样。但是我是觉得我们可以先试喝啊，喝完了。他是空的。拜属灵的，拜属灵。哦，对对对对，好。不是通常用米酒吗？嗯。是他们需要爆发力啊！哦，因为人家哥比较 power 一点，要爆发力。你知道在部落有一个对这种的东西哈，比较有一个讲，就是明仔载会啦，今仔日就用冰冰，就是说你喝这个哈，明天才有力，那今天都没有力啦。也是这样子确定吗？对对对，好，那我们为什么要请他们出来？请这位。那刚刚我们提到了，我们其实是在网路人气奖票选，因为我们之前有在。我们的那个粉丝专业呢，然后有透过这样的一个人气票选活动呢，票选出他们心目中最具人气奖的歌手。所以你的粉丝很多呢。你有用买的吗？哎，没有。我们先让他先跟现场的好朋友们打声招呼好不好？因为你的粉丝朋友们很多啊。好，大家好，我是来自 Rose Music 大作 Boy 向A K 风格无限大酷。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东达人乡土板村的台湾族。哎，可是我听他讲完，我可能手我的那个麦克风会这样。有我们开始，会有跟着一种节奏感，对不对？没错。那这一次他有你的主要的演唱的歌曲的名称是就是 Sugar Mommy， 这个想法就是哦 Sugar Mommy， 我不想努力，我想在部落找一个 Sugar Mommy， 跟他到退休。对对对。那有找到吗？就是没有。所以用这个歌曲来告诉大家你希望的事情吗？没有啦，来做创作。那所以我们的其实歌曲的创作非常的多元啦。对，而且重点是他还是说他是来自台东土板部落，哇，也不是我们花莲六大族群哦，他是台湾族，台湾族，台湾族嘛哈。对对对对对。你要不要先用你的族语跟大家问？你说什么？说想说你要不要用你的台湾族语来跟现场的好朋友们问候一下？哇！结果他说什么的吗？打完地卡。不是，没有。他如果真的这样哈，可能真的会很多那个泰国人会跟他问好，他会是什么样，对不对？我们常常会被误认。而且大家应该很好奇啊，说，哎，那我们现在是已经开始在比赛了吗？没有，因为我们现在邀请的呢是他从初赛，然后但是没有进到决赛，是我们网络票选的人气歌手啦，人气歌手。你有没有觉得沮丧一下？为什么不选我？我们一定要问评审老师。好，你不要这样子。没有，当然每一个我们在票选或者是在整个那个初选的过程当中，都会有很多的需要的一些条件啦。是，可能他就稍微欠缺了某一点点那个部分。但是他的粉丝非常非常的多。是哦。那接下来我们的舞台就一起来邀请他跟宝丽达。哎，请问你要带来什么 ？Sugar Mommy。Let's go。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邱宇辰 Sugar Mommy， 掌声鼓励。我。想要 Sugar Mommy， 不想要 Sugar Daddy， 我没有打包钞票放进我钞票盒里，赚来的 money 没办法打你卡里，别想我舍得喝醉像极了 Stephen Curry。 我想要 Sugar Mommy， 不想要 Sugar Daddy， 我没有打包钞票放进我钞票盒里，赚来的 money 没办法打你卡里，爱情收了咖喱，想起了爱情 yeah yeah， 今夜要把刀子上点根烟，跟我 homie 讨论要亏哪个妹 yeah， 一路过来都没对手，有个辣妹经过站那对头跟我挥手 yeah yeah， 拿下墨镜跟她点头，东方花烛夜，今天当我配偶，不来自街头，来自部落，来我部落妇女松树，至少让你当陆女公主，来我部落，螃蟹加大，心情有点七上八下，不想积累还一累一杯汉化，想要开胃帮你加点沙拉油 A5 和牛，想要什么部落都通通有，部落什么没有喝的东西最多，谁的 King K 一定玩到最疯，不要再看我，不要要骂我，不说你是家的孩子怎么像我，这么少嘎来的涛他没见过，除了帅没别的优点，就是这么优秀 Yes sir。
想起了 Stephen Curry。我想要 sugar mommy， 不想要 sugar daddy， 我没有大把钞票放进我少跑的车里，赚来的 money 没办法打点卡里，也想要舍得单纯想起了 Stephen Curry。 我想要 sugar mommy， 不想要 sugar daddy， 我没有大把钞票放进我少跑的车里，赚来的 money 没办法打点卡里，爱情受了咖喱，想起了爱情，要记得帮我保密，爱一听到会生气，我不是这么 gay 的男人，不用对我客气，先去的界限一直脚内一直脚外，要乖乖的男人就是阿姨的最爱。I'm not real gangster， 总有点像是在连同谋的人真的都太白目了。如果放走我的猎物，我会舍不得。看一下我的喜怒，那我代表百不舍。Sugar， mommy， sugar， daddy， 你们的爱让我全身都长蚂蚁。Sugar， mommy， sugar， daddy， 你们的爱常常做的都是压力。Oh shit， 爸妈站在原地就有好几十公里。今天是 my shine， 我要恭喜你。不过超跑随便飙到180几，坏坏顺便一手带到一手。掐着你。一想到舍得很准，想起了 Stephen Curry。我想要 sugar mommy， 不想要 sugar daddy， 我没有大把钞票放进我超跑车里，赚来的 money 没办法打你卡里，也想要舍得跟着想起了 Stephen Curry。 我想要 sugar mommy， 不想要 sugar daddy， 我没有大把钞票放进我超跑车里，赚来的 money 没办法打你卡里，爱情受了咖喱，想起了爱情。切切，你要确定嘞，那个方法要没让你流过水，但是你要小心嘞，那个方法要好像棉花16岁。切切，今天晚上我要给宿酒，今天晚上我要给宿酒。切切切，这来自 Rose Music 的 Dato Boy， 像 AK 风格，我先当酷男 say ready AKA。AKA， 谢谢大家，掌声鼓励。